朋友们好，我叫王爱国。各位老板，1月29号，你们依法爱国了吗？我是老王。最近好多人啊在说，我王亚军是不是就针对一个王菊花啊？说拿王菊花当人看的都是傻逼。其实肯定不止他一个，只不过呢，这孙子跑到哪儿哪儿变粪坑，这个能力还是有的。那菊花招蛆嘛，蛆都喜欢菊花味儿，所以呢，一个蛆头带着一群蛆，到了推特上。以前在微博上，他就是最恶臭的之一。到了推特上呢，推特现在华语圈、中文圈是不是跟粪坑一样，互相骂，对吧？乌烟瘴气的。到了油管上，你看看现在油管的华文媒体是不是跟粪坑一样？到了台湾现在是不是跟粪坑一样，是吧？现在人在日本的华人或者这个圈子这个群体，要想日本不变成粪坑一样，就得把油头哥呀、那东北什么涛哥呀、包括王菊花这类的货，就是那油头哥100个也不如王菊花这一个菊花恶臭。所以呢，不想让日本的华人群体变成粪坑一样的恶臭，那就想办法吧，你们自己琢磨去，是吧？那么就这个话题再延展一下，我也回忆了一下，这么多年啊，我认为拿这些人当人看的都是傻逼的那些人啊、那些知名人士，那、老王这频道大伙儿肯定知道，头一个胡锡进，是吧？为什么咱们要讨厌胡锡进呢？为什么老王那么恨胡锡进呢？原因是啥？大家想，是吧？别问我了。你们如果觉得这是个好人，那对不起，拉黑我，咱俩拜拜，以后离远点。以后见面的时候千万别跟我提，是吧？那容易挨骂，都是轻的。还有谁啊？周小平。你说老王为什么讨厌周小平呢？我跟他有什么私仇，是吧？那微博时代的现在还活着的还健在的什么孔庆东啊、点子正啊、司马平邦、司马三季、地瓜熊老六，还有什么侠骨柔情杨华这类货色，飞向网向立刚，大家对这些人有印象吗？没印象，自己去找找看看他们说了啥，对吧？看看都是什么货，歌功颂德、天党国菊花的玩意儿，是不是哪一个都是没人性的货色？挨个算，看老王有没有骂错过一个人，还有谁？在老牌的了，司马南、吴法天、方舟子、王志安，这几个货是要摆在一起的，都是蛆头，都是王八蛋，没有一个有人性的，是吧？上边舔着爱国的菊花，是吧？下边呢，给所有的事件找合理性，开脱罪责，是吧？他们干的不就是这么个活吗？哪一个不是雕盘子的？哪一个不是舔党国菊花的？哪一个不是高举着反美爱国的？对吧？哪一个在这么多年的互联网生涯或者做人的生涯里，不是害了很多人的？是吧？还是那句话，哪一个有人性？你给我找一个出来。还有什么奥卡姆剃刀？烧伤超人阿宝，有点理想的记者，这三个人在微博上被封为微博三蛆，为啥说他们是蛆？知道了吗？招人膈应，讨厌。别管发生点什么事儿，你就看他，他没有什么事儿他不参与的。当年造谣鲁若晴啊，是吧？鲁若晴事件大家没经历过。都感受不到当时的你看见这几条蛆在那儿翻滚的时候那种愤慨，真是想把他们剁碎了都不解恨的感觉。张嘴就说你自证清白，这事儿是方舟子拿手好戏啊，对吧？张嘴就说鲁若晴那是假的，就是跟大 V 作业本抽工资一起演戏，要捧红一个网红以后就带货了，你这多气人，是吧？然后呢，拿证据打脸，他不看，他率领的或者拿方舟子当人看的这帮蛆，他不看你说了啥，他就是来骂你的，对吧？所以叫他们蛆虫翻滚吗？包括杭州绿城的那个保姆纵火案，
一保姆半夜放火，把林先生的老婆、三个年幼的都10岁以下的孩子吧，好像都给烧死了。然后呢，还是这三条区上来就各种猜测，哎，肯定是林先生跟这保姆啊有私仇，不是私仇，有勾搭，不正经，这是情杀之类的。啊，你说他们还有人性？但凡有他妈一点点的人性，都不会在这种惨案上啊踩上一脚，是吧？他为什么那么说？不就是这样能引流量吗？一帮人骂他，他不怕骂，这帮人怕骂吗？所以我说你们没事别老去骂他们，你骂不如我来，我可以啊翻翻旧账，拿洛阳铲刨刨他们的祖坟，是吧？他们平时肯定不回我呀，但是他们会抓住你们去。骂他的那些漏洞，看看吧，这些公知坟怎么这么低级，这么低俗？他不说自己的恶心，胡锡进不也这个屌样吗？老胡从来不说脏话，你干的那些事儿，用这个世界上最恶毒的脏话都无法形容，是吧？所以呢，他们要立那个牌坊嘛，拿胡锡进当人看的，不是傻逼。是吧？就是蛆，就喜欢老胡那个味儿啊！老胡做视频节目那一张脸，真是稍微他妈的有点审美的人啊，看完都恶心，是吧？哎，但是他们就喜欢，1-2000万人喜欢啊，是吧？就爱看呐、啊。胡老师说的真好啊，真对呀、啊，对吧？你光用一个傻逼去形容他们，感觉不够的。说他们是蛆，我都觉得有点辱没了这种软体动物，是吧？啊，毕竟那是一个客观存在的东西，也算一生灵，呵呵，尽管吃屎吧。哎呀，这帮货色就是替政府背书、替恶人洗地，让人实在看不过去。你像前面说的这些人啊，有一头算一头，我没有一头说错了他们的。于建荣的随手工艺，哪一个没他妈咬过？对吧？随便干点啥，我们搁于建荣的工作室里，开完会了就个餐，老于拿出来一瓶，说当年谁谁谁送他的一瓶珍藏的茅台，大家喝喝，那都被这帮蛆骂的都不行了。你们做公益的，哎呀，竟然喝茅台，桌子上还有人放了一包中华，对，那包中华是我的，是吧？做公益的怎么了？就不能喝茅台了，就不能抽中华了。骂得血淋淋的，好像我们这每一分钱，我们不是捐助者，我们是拿着公益的名义挣了钱之后喝的茅台，而不是我们喝得起茅台、抽得起中华之后去发善心，是吧？还想做点人事儿，所以你能怪老王老揪着这些人一个个的过去不放，他们干过的那些事儿太脏了，是吧？另外一个背景呢，他们是靠着攻击民间的公益来给公家的、官家的、国营的公益站台呀、洗地呀。你们老说红十字、郭美美是吧？你们不也脏吗？你看看民间的就干净了，喝茅台了啊，因为他实在找不着别的了。像袁立的和王克勤做的那个《大爱清晨》。不也是就在淘宝上给你搜一个小型的民用家用的呼吸机啊？你们大爱清晨说一年捐了2000多台呼吸机啊，一台1万多。你看看我搜的这个，几百块钱、1000多块钱的都有，你们就是贪钱了。你说他搜这个东西的时候，他不知道我们捐的是，那个商用的或者医用的，他不傻。所以说他们是坏逼，我从来不说这些人。什么胡锡进、周小平、奥卡姆啊，等等这些人吧，啊，吴法天、方舟子，对吧？王志安，哪有一个是傻子？精着呢，太他妈聪明了，稍微傻一点，他都不会在每一件事儿上都三德性，都跟蛆一样的翻滚啊，都能找到叼盘子的点，给政府歌功颂德、逃避责任、推脱责任，或者咱们叫啥洗地，是吧？像。啊，邓飞的那个免费午餐，那被骂了多久啊？一直到现在，还是这几头蛆在那转着圈的骂呀。想起来就来，就是他凭臆想就想着你们肯定贪钱了，你们肯定怎么样了？哪怕是某些学校里发生了一点，跟这个公益完全没关系的事，
比如学校食堂出点事儿了，他也能给你接上，是吧？你说他们不是故意的坏，他们绝对不傻。老王说了，哪一个傻子？你看老王提这些人谁傻？还有更早一点的记忆啊，去汶川地震的灾区现场的这几十路、上百路的人马，民间的公益、民间的小团体，那有一些甚至就是县组织的，咱们干物流的组织去一趟吧。是吧？捐款、捐物、捐车，帮你搞搞物流系统，帮你做调度，有钱出钱，有力出力嘛，众志成城嘛。当时还很傻逼嘛，因为日子过得好啊，经济形势也好啊，赚钱也容易呀，是吧？然后呢，蹲在网上，谁不骂啊？哪一个团队没挨骂？是吧？只要你说了你在灾区现场，你捐款捐物了，没捐给红十字会，哪一个不被骂啊？谁骂呀？官媒不好意思骂，官媒放狗，谁是狗啊？不就是前边老王说的这一票人吗？只要在新浪微博2016年之前吧，咱都别说太晚了，还有新浪微博账号的，2012年前后上过新浪微博，在中国互联网上，看过这些事儿的人，对这些人老王提的哪一个你们不熟，没印象？是吧？有哪一个事儿，哪一个人是老王说错的，对吧？包括柴静女士，现在正在做一个油管频道，大家去关注一下，是吧？所谓的调查记者这四个字，它是一个单独的身份。记者好多，现场记者、跑采访的记者，对吧？那么为什么会有一个单独的叫调查记者呢？提起自己是调查记者这四个字的名头、身份。你首先要有调查出来的报道，这个报道是你独立玩的、独立采访的。你提起王克勤，调查记者，调查了啥？山西的矿难啊、黑幕啊、那个中国的疫苗黑幕啊，是吧？这其他的还有很多，就是张嘴就来的就这俩。提起柴静，2003年那 SARS，柴静是大半夜跑到隔离的医院，那是传染病啊，对吧？去拿到了很多一手的资料啊，这叫调查记者啊，穹顶之下调查雾霾，是吧？这个是最近的了，大家应该不至于那么记吃不记打吧？然后这个视频、这个纪录片在中国大陆播放完了之后呢，迅速被全网下架。再之后呢，哪一个撕咬柴静的人是媒体的？媒体才不咬呢，就是放狗啊。胡锡进啊，司马南啊，方肘子啊，什么司马三季、微博三区啊，是吧？那个时候老王也没有那个微博了，具体的人我实在记不住那么多，区太多了，官家的狗太多了，哪一个不是他娘的吃狗粮的这帮玩意儿？哪一个不是顶着爱国，是吧？王菊花跑到日本还爱国呢？你们都瞎逼。是吧？对，拿王菊花当人看的蛆和傻逼就喜欢这口儿。我们是中国人，是吧？爱国。哎呀，为啥说他们是坏逼？你看，芳芳日记在海外出版，这两天柴静女士刚刚做了一期访谈啊，大家可以去看看，做得真好的，是吧？充分尊重，被采访者的这个发言。自己呢，只在中间有一点点的插话，说是适当的，咱们别跑远了，别跑题儿了，是吧？这叫采访，这叫访谈而不是自己搁那儿愣带，是吧？死活让你说出我想让你说的那句话。那么，芳芳日记这事儿最近了吧？2020年左右的事儿呢？那胡锡进一句话就把芳芳这个人。给扔进了垃圾堆一样啊！你看，什么，在未来的风浪中，中国人民，包括那些曾经支持了芳芳的人，将用我们多那么一些的一分的利益损失，来成就芳芳啊，来为芳芳在西方的成名买单。这么轻描淡写的一句话，中国人在疫情中间受到的所有的损失，成就了芳芳。坏不坏？这才叫党国老狗，职业坏逼，是吧？当然，前边说的这些都是很早的了，
最起码是疫情之前，2020年之前，老王还能够时刻想起来的坏逼，或者我针对的人，还有谁啊？疫情之后前后发生的陈平、李毅，恶心不恶心？是吧？金灿荣、张维维，恶心不恶心？啊，钟南山、黄杰夫啊，吴尊友都死了，我也得给他记上。这个遗臭万年啊，我得让大伙是啊，就像我经常给大伙聊的。大饥荒期间的什么陶铸啊、张仲良啊、李井泉啊，我没事得老挂在嘴边，我不能让你们忘了，老王也不能忘了他，不然怎么叫遗臭万年啊，是吧？还有谁啊？像汶川地震发生之后，山东的作协副主席王兆山，哎，这个名大伙都忘了吧？当时最著名的一首诗叫什么？党疼国爱，生生入废墟，13亿人共一哭，纵作鬼也幸福。得多么他娘的丧良心啊，得多么的愿意当那个奴才，抱着啊万岁爷的大腿，哎呀你可来了。要没有这个心态都写不出来这句话，纵作鬼也幸福，死了多少人啊，是吧？跟这个一样的还有啊，很多呀。动车追尾发生之后，我都忘了这个人是谁了，在新浪微博上发了一句，当时是不是温家宝吧去了现场，到现场之后啊，他写在微博上转发了一下，哎呀，总理来了，你们这些什么受害者终于可以瞑目了，还是终于可以含笑九泉了，这么一句话也是被我们骂的屎黄都得骂出来，这种人不该骂吗？不恶心吗？不没人性吗？你，我把这个人给忘了，我操，我都有点自责了。我想办法搜一下这个人啊，还有那个王永平啊，铁道部发言人是吧？不管你们信不信，我反正是信了。他非得要把彻头给埋了，还没等搜救呢，先把彻头埋了，毁灭证据。然后呢，在埋的过程之中被叫停。车厢里边终于因为舆论的压力，当时舆论还有压力还有点用，暂停了，埋了一半了，都再次彻底清理的时候，里边有大量的尸体，然后在尸体的中间座椅的底下一个角落里发现一小女孩还能动，拿出来之后还能救活。到问到这个问题的时候，王永平那德行，我只能说这是一个奇迹啊！我记他八辈祖宗都得是吧？我针对这个人吗？我必须针对他呀，对吧？我觉得稍微有点良知、有点人性的人，都得他娘的针对他，是吧？还有谁呀？三鹿奶粉毒奶，祸害多少人？祸害他们一代人，是吧？被曝光了之后呢，被处分的那个官员，那几个官员啊，那个三鹿的厂长，那女的姓啥我忘了，已经快出狱了。还有一个被处分的官员叫孙贤泽，6年前啊，2017年、2018年就已经高升了，不但不是官复原职，人高升了，升到了中国食药监局的总局，而且是负责安全总监的位置。一个三鹿奶粉都没管明白的是吧？到食药监局管中国人民的食品药品的质量去了。科技与狠活啊，恭喜老乡们呢，是吧？我能把他忘了，我没事我得想起来提一嘴，是吧？剩下的公害一样的东西，我说的这些好像都是公害，是吧？还有那个防火墙之父方冰星，我要不要恨他呀？我要不要盼着什么病魔早日战胜他呀？他妈就是该死啊，是吧？虽然你可以说啊，没有方冰星也有李冰星，那对不起，就是他方冰星啊，跟李冰星暂时没关系啊。如果有李冰星，我就希望李冰星早死啊，希望遗臭万年啊，对吧？还有那个发明互联网监控系统的、实时监控系统的360啊，周鸿祎呀，我要不要恨他呀？百度李彦宏啊，谋财害命啊，黑衣假药啊。是吧？虚假信息呀，诈骗网站啊，全是李彦宏干的呀。包括那些垄断国企，老王要不要记着他们？是吧？三通信、两桶油、三桶油，是吧？有一好字吗？
还有具体的人，成为资本旗下的观察者网，李世默、饶锦，中国共青团旗下的粉红五毛聚集地是吧？粉区的集散地，第八，我要不要记着呀？这事儿啊，从那里边出来的哪一个人，老王不记着点儿啊？现在那个地儿归周小平管是吧？共青团团委副书记，还有啥呀？华为中兴，对吧？蒙牛伊利、鸿茅药酒，这个大家都知道了吧？都是毒害全国人民身心健康的货色吧？天津红日药业、钟南山的呀，生产雪碧净注射液呀、中草药注射液呀，是不是谋财害命啊？老王要不要恨着他呀？我是针对这个个人，丝绸，对吧？哪一个是我的丝绸？这些人，他们也敢跟我玩丝绸。哎呀，剩下的什么《人民日报》《环球时报》《新闻联播》《央视大裤衩》这些就，就是也是公害吧？所以真是一说啊，老王恶意针对或者跟谁有丝绸有恨。我恨的这些人，我讨厌的这些人，我认为拿这些人当人看的都是傻逼，都是记吃不记打。你说没有原因吗？哪一个个人单独一个翻出来都够老王做一期节目的。但是呢，你说你天天盯着他们吧，还恶心；不盯着呢，你还没办法，他会把屎呈现在你眼前，是吧？你总能在互联网上看见这帮蛆虫蛆头是吧？一些暴论，一些歌功颂德、舔菊花舔得令人恶心、丧良心、没人性的言论，你说你不说两句，不说两句就都忘了。老王天天这么说，还他娘的有无数的人忘了呢，不知道啊！我不在乎他的过去，凭什么呀？你傻逼呗，是吧？那老王能说啥呀？另外呢？以前老王是在国内，在国内我只能够打狗给主人看，是吧？这些都是官方放出来的狗，官家养活的狗，官方的奴才、党棍啊！我天天的写文章，恶臭他们，嘲讽他们，天天拎着他们出来遛、出来玩，没办法，也是我只能打狗给主人看，是吧？贱奴之主啊！你看看，官家的这条狗有多恶心，你就知道，背后的主子有多恶心、多丧良心了，是这个逻辑。那么现在呢，我说拿这些人、这类人当人看的都是傻逼，都是蛆。事实证明，大家就在网上看，无论是在推特还是在，油管看留言区，是吧？在留言区里能不能发现老王说的这句话无比的正确呀？它不是一句骂街，也不是形容，它是一个论断，对吧？拿胡锡进、司马南、方舟子什么点子正啊、微博三区呀、甚至什么张维维、金灿荣、钟南山这类人吧，当人看的，不都是傻逼，不都是蛆吗？是吧？有人说支那很羞辱，如果支那形容的是这帮人，那我觉得。支那还不够，是吧？这是蛆，支蛆，支那里边的蛆，哇，太好听了。